大姐，尝一块水果，新鲜的啊！嗯，哎，看点菠萝，看点菠萝，很棒的。哎，买点苹果，买点苹果啊！你买不买？什么意思啊？你以为我买不起吗？啊，尝尝甜不甜不行吗？水果不甜也要给钱吗？你都尝那么多了。去找我儿子了吗？我儿子呢？你儿子？听说你刚才下令放弃追捕可疑人物，跑到金殿去了。是的，大人，我觉得事有蹊跷，所以在你顾丹丹眼中，这人的生命安全还不如钱重要。不是，是，我毫不怀疑你是个优秀的捕快，但是一个真正的优秀捕快，必须把老百姓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。大人，我……哎，丹丹呐，关键是你还没有当娘，啊，所以呢，你才置人民老百姓的安全于不顾，鲁莽行事。丹丹呐，不是我要说你啊，你都是二十有八的人了。也应该考虑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了，啊！我坚信，只要你当了娘，你就会明白这世上没有任何东西比生命更宝贵的了。丹丹，你挺着大肚子还挺好看的。哎，还真是，丹丹，你呀，还是赶紧找一个男人，然后生个宝宝，尝尝当娘的滋味，多好啊！看。大家都非常关心你吧？我跟你们说啊，当娘容易，但找个能当孩子爹的就难了。来，
这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？不可能。你听我说啊，班头下班以后一天到晚还待在衙门里面吃喝玩乐，也不愿意回家，就知道他的婚姻肯定不太美满，对吧？那副班头呢，上班的时候还老是在喝酒，身体好不到哪儿去吧，怎么给他媳妇儿幸福呢？还有这一帮人啊，他们不管有老婆没老婆，老是到青楼里面找姑娘，你说说他们会是好男人吗？丹丹，你这话说的就太武断了，你不能够一竿子就把全船的人都打落水吧？啊，这男人当中也有好男人吗？啊，那就只有高大人您一个了。可是，您已经妻妾成群了。嗯，所以我已经决定了，把我自己嫁给谁呀？哎，下去。我的事业，我不单单要成为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大唐第一女捕快。男人，那边去。这。收我钱啊！不收人指使的，收人指使谁？